所以我现在必须交代，特别老婆萨的做妈妈的吼，无法度无烦恼安尼啦。但是这样很伤害，很伤害，伤害佛法的力量，喋喋辛苦，伤害佛法的力量，在你回向的对象安尼，你并不能成事而会败事啊，代志也败去。所以我想禅定啊，我们必须要能够外表乞丐内心哎。控制一条，安尼专心去思维去念，迄叫智慧，戒定慧，所以从拄仔我讲诶，咱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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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心佛众生合为一体啊，跟谁合？当然是跟佛合为一体啦。以佛的心进入你的心，再把佛的心透过你的悲心，让众生的心也变佛的心，众生的心变佛的心，叫做超度。超度念心经、念往生咒、变识咒，就是要让他有空性，得佛的加持啊！他平静的接受我们的甘露，赞叹阿弥陀佛，引导他念佛往生净土。这个是一个，不是说我会背，而是我懂得用念经持咒来转化自己的心，以转化自己的心去转化对方的心。所以，那我们要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有改变，所以刚刚告诉过了，你不笑也不行啊！你要随时保持，既要狼蝶的蜜桃精，你要很认真啊！我现在老实说，像我有一些出家人跟我出家，有时候他们看到我会怕，他们认为是我的问题。我说那是你的问题，谁叫你怕？我没给你抬，我是要告诉你。你的优点跟缺点在哪里？这是我该做的，这是做老师的。其实收徒弟是气息贵矮一样的，所以印光大师说他宁可不收徒弟。但是我的师父说不行嘞，现在是末法了，出家越少了，要努力呢所以，但是我只能说，对方居然不懂得我们这个道理，那个是他自己爱面子，把自己的缺点覆盖下来。那就不好啊！所以讲，其实咱去看医生、看老师，咱都希望伊甲咱讲咱的缺点伫个什么所在啊？咱的不完满伫个什么所在？安尼咱唔到法度进步。你修行要去除这个我相，别使爱民主，爱民主无法度啊！你要很坦然的讲出你自己的缺点，而且愿意对方讲出你的缺点。但是各位也要有一个立根，什么叫立根？别人讲我一遍缺点嘛，我一世人拢会记嘅，安尼啦。哦，我会记嘅，人叫我爱笑啊，人叫我讲话较大声，人叫我走路莫摆脚呢。有当时我过去唔知行嘅，师傅你现在脚痛，我明明无咧痛，你讲我脚痛，原来我走路变脚痛嘅款啦呢。不庄严所以，但是因为别人他提醒你。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当然我们提醒对方不是一种调侃或看不起对方，我们是因为关心对方，希望对方更好而跟他讲哦，你下面说在不完不完。那我想所谓共修啊，像各位有参加念佛共修啊，什么共修，共修就是互相提升，互相提醒。你们说哎，那人念佛念到歹听，我歪徛在边啊，你家己唔敢讲，无紧，咱就甲法师讲，无招两个莫名人心。你要甲讲，未使马上就讲了。你看，该行上礼物啦，布施爱这样，有没有欢喜欢喜？而且慢慢杠杠杠杠，好像不小心讲到，你的两部的心啊，跟他做刺激啊呢。那呢尖尖呐，那怪怪，跟他无要去记录世界呢。你要给对方机会啊，不然无人敢甲讲。结果伊是讲伊念佛足好听，大家足艰苦，我跟你讲。事实上人有缺点的时候，往往自己看不见，一定要透过别人给咱提醒教化多。我有啥物缺点，你给我讲一下安尼。你看我对面哦，我即马看无，而且世间的鬼神得众鬼神亲，连鬼神嘛，知影你有得对无得，得对。所以因咧排队，我嘛我去问。哦，来跟他讲啊，真多谢你，我爱注意，我爱注意，
啊，安尼即个神冒发布，我甲讲，哎、欸，我若修成功哦，安尼冒发到升天呢，去极乐世界。你甲讲啊，我一定会注意。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咱要学佛的人爱谦虚啊，就是讲有汉人这样咧强修部分在家出家，咱常常爱甲问讲、欸，我有啥物缺点无？安怎唱较好听？安怎写较水？安怎讲话较好？安怎做代志较恰当？是不是？就讲咱开素食店啊，日本人讲请指教，因都爱讲一句话，请指教。那这顿素食吃完，那咱来跟阿叔啊，有啥物爱改进无？好好，我那么老实跟对方讲，因为我跟你讲是希望你赚大钱呀。我啊，但是有个人有一个缺点，你莫甲讲话去批评啦。啊，所以但是你买分析讲，这人会讲的也袂讲的安尼。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爱护自己呢，为了去消灭这个恶尽，当然你要安忍，都要讲了，众生忍、法忍，什么叫做法？变化，破病也好，代志也好，变化啊，你嘛爱忍。啊，这两行你有法度得到，真正去修，然后你就法度地察法忍，好好去观察。这个变化无常，诶，这个忍辱的过程内底，你有法都看到空性，无生法忍，这内底闹一个我的忍呢，啊，要我空，要人空，要法空，啊，万法都是虚幻，那根本都无怎样，你讲灭三轮体空，你得来去观察。所以光头这点，我认为是最难，因为佛教为了修悲心，更要有智慧。因为你那没有一个空性的智慧，你只能说世间的慈悲，而不是佛法的慈悲。所以对于《金刚经》也好啊，《般若经》啊，《六祖坛经》，只要谈到空性的中观大圆满大手印记载的内容，如果各位是比较冷静的，有读册，而且要要求自己去了解，那不然呢，其实我们只能说修修福报啊，但这两点比较严肃一点啊，叫福慧双修。福慧双修是，你做什么代志都要符合六道波罗蜜啊。你去奉行，你去布施一个红包，你供养一个花，你去设佛塔，你去点灯，都要符合六道波罗蜜。这是一种的布施，这是一种的乞丐，这是一种的忍辱，你拢爱符合这个。那里边安尼圆满起来叫做福慧双修啊！既然发菩提心，发四弘誓愿，啊，咱都要修行，叫六度波罗蜜。那你要很仔细的去分析，像我在这边啊，跟各位来谈佛法，这是我要发的，这个是一种布施。那、我不能因为我懂，乃至懒得说布施，在这也是持戒啊，我无所求的。我不能有伤害到佛教，伤害到各位啊，所以我要忍辱啊。那么不管碰到什么境界，那就我脑的天啊，我就天马后，我都要能够接受，对啊。我想各位是佛教徒，我就没什么好忍辱的。那其实有东西要去把靠学校啊，想回不是佛教徒，他有很多东西要让你忍的啊。但是你要一直想，所以我现在不失持戒忍辱。而且不退转的精进，而且保持专心的禅定，而且又了解生性因果，了解这个法会说法的本体也是空性，但是空性也不离开因果啊，要这样六度波罗蜜哦。所以我现在在念心经，符合六度波罗蜜。各位来参加法会，符合六度波罗蜜。那各位要花一点时间，让自己不离开六度万恨，而。不然的话，很多团体都会执着说：“我的乞丐，我是乞丐都丢哦。”难道持戒只是一个其中的一门，而不能强调持戒，不能强调只有布施，不能强调只有禅啊，也不能强调我只有修智慧空性，我只有修密宗？那你这样就不圆满。如果你发菩提心呢，那你持戒本来就要持戒，更要布施啊。而且你在做这六度波罗蜜，你还要知道可以对治到自己。所谓空性，就是你这六种缺点都没有才叫空性。你要断除悭贪伤害，你要断除嗔恚，你不能
你不能有懈怠，你不能散乱，你不能执着啊，那你这些东西不能有。所以各位认为要为布施度千贪，持戒度毁谤，忍辱度嗔恚，但是假使顿崩亏解了掐，你都要给他转为在修波罗蜜，在福慧双修。当然一开始没法多这么圆满，那各位最好是慢一点，一开始学习慢一点，那是说你现在很快的事做完，那至少再复习一次，我刚才去五分钟去给人讲佛法，我刚才去半点钟去给人做念，那要符合六度波罗蜜。那等你六度波罗蜜熟了，就要进入后面了，你要广设方便，发大愿，成就大力，圆满佛陀大智，合起来叫十波罗蜜啊。那当然你要在这里看经典，什么叫做六波罗蜜，如何圆满十波罗蜜，我看了很多经典大概都不离开讲这个东西啊，甚至以各种方面来圆满。那你要把经典所看到乃至神地学所讲的成为你的东西，不能说我跟你说你的我来听好听啊，歹听，各位看电视也好，看佛册也好，看佛经也好，佛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要成为你的心，像佛的话要入你的心里面啊，观世音菩萨的身口意要入你的心里面，让自己在短短的时间里面跟佛菩萨合为一体。所以念地藏经，我就是地藏王菩萨，十方诸佛都变成地藏王菩萨来加持我，融入我的心，透过我这个十方诸佛加持的地藏心，地藏菩萨干嘛？要发的愿，地藏都归都畜生都要心回离苦啊！那你要很大的这种悲心，你念地藏经。所以念地藏经不是在念我自己听说我念几遍，念地藏经是有法度上接诸佛，下化所有众生，我们是一个空性，一样是这个原理，进入出去，进入去，慢慢慢慢念诵。如果有十个人能够这样念地藏经，那不得了啊！如果有十个人能够念阿弥陀经，你来被敲多，那来蒙阿波，那来殡仪馆，啊，那来念阿弥陀经，很认真，了解啊，有那个对境啊，哇！看到众生，想到众生，喊你哭，哎，咱对佛的信心，咱就要祈求阿弥陀佛，赞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很紧啊，十方诸佛化作阿弥陀佛。啊，然后那叫阿弥陀佛的力量。那什么叫透过你的心？你讲以佛同行同愿，信愿往生极乐世界。你信愿往生极乐世界，也愿意发菩提心，劝进行者，劝众生往生净土。首先你要有这个信跟愿。那你有这个信愿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力量就透过你去帮助对方，对方也有产生这个信愿，那欢喜念阿弥陀佛，欢喜观往生者，百分之百成佛。你可想想看，你这个人已经信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佛的力量，因为佛陀讲了，信愿往生净土的必定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力量有多大啊！发初心者如佛一样。那你用这种如阿弥陀佛的心去讲念阿弥陀佛，对方一定得到阿弥陀佛彻底的加持，他不想往生，至少永不堕落三恶道。所以佛法没有深浅，你怎样用这个方法念阿弥陀佛，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念楞严经，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念任何的修行的方法，特别念华严经。所以念华严经就是代表佛在告诉众生各种成佛的方法，成佛的次第啊，你念地藏经，你就在告诉地藏王菩萨的本愿，如何大家去做去实践。各位要讲念经当作一种付出，而不是一种得到啊。我念多少地藏经，我得了什么？那这样就又离开大乘佛教，等于把大乘拿来做小乘用啊，把大乘拿来做人天福报用。我念地藏经，快破病较紧。好起来无？念药师经快，较紧发财无？这是发财以后，迄经的功德就无去啊啦。
啊。如果你是为众生回向给众生，这个功德敬未来际都还在，一直到你成佛。所以我今天我只能说，我把我个人修行的一种心得动机，以这个动机回来念八大人觉经，打坐念阿弥陀佛，啊，很殊胜，啊，很法喜。那那个时候啊，就算咱辛苦，有冤亲债主，历代众生爱被超度，你一念得一念时阵，你马上就得到超度，得到安慰。因为这种诸佛菩萨的力量，当然，各者真要紧的功德来随喜功德。那这个社会所以普遍习惯品爱按教习去做，这个社会世界功德大概做法很多，那随喜功德啊。那以随喜功德，以这个功德融入于阿弥陀佛来供养众生，所以众生嘛得到这代不得少福德善根因缘，你能得到啊？所以我认为说，咱念佛的人是极乐世界跟受苦五浊恶世的连接点，咱是这个媒介，哦，咱就要紧啊。有这个人不分在家出家，不分老人囡啊。一点的路的所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力量在底下什么所在啊？啊，所以咱那个阿弥陀佛的体合为一体，动心啊，转凡心为佛心，一心称念。当然不是说啊，那你阿弥陀佛的后，一即一切，不管你是念地藏菩萨的，你是念药师佛的，你是念华严经的、净光明经的，拢无要紧；你是念八十八佛的，拢无要紧啊。但是重点是你怎样用这个方法去修行。但是各位，你现在虽然是在家，但是嘛无要紧。我每天至少早上半个钟头，下午半个钟头，非常专心的啊，这样子来修行。那修行的目的呢，用在我的家庭跟用在我的事业上面。那你变了一个人。啊，你不是在扮演一个对立的夫妻关系，一个对立的劳资关系。因为我是用佛的心来对待我的家庭，我用佛的心来对待我的老板、客户、员工、自己。因为我练习的这两个钟头是要拿来用的，而不是拿来按摩自己的。啊，我都做扎苦，我都每天有修两点钟，我哪会疼呢？啊，所以因为他没有。我们信解行证，咱相信，所以咱们才去读。但是你要去做，要行，所以才推进了你相信的物件。所以我认为，如果没有这样做，有的人读这么多，哦，我就爱研究，研究个足深，找足多所在，结果呢，法跟他没有关系，他不过是一个研究佛法、分别佛法。下面然后下面然拜叫做佛门老油条，对咱无啥帮助啊。只要很简单的方法，平静接受念佛，轻松。然后呢，因为你越轻松啊，跟他按摩按摩按摩舒服，你就放松了。你不要哦放松，我靠，你像个你黑心命气啊呢啊！但是呢，惊疼啊，就会抗拒啊。抗拒都得不到效果啊，所以事实上佛法不是说谁干法嘛，先放松啊，你都得了也给他就按摩按摩，哦，按摩疼的按摩 ，OK OK， 你愈惊疼愈疼呢。结果你一放松，一消化出来，那就立起啊，是不是？所以一心两佛是清净心，接受放松。南传佛教叫做放下放下，不执着啊，观。那是算呼吸，卖去操烦你代代志，这个放松是卖去摆脱的啊！你昂咧破病，你昂目口欠人钱跋脚，你想着你就去还，那袂使放松，接受。你想着你就赶紧得念佛，也如来如何，不然你会伤害他，你会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糕啊！所以佛教叫我们接受，但是用佛的力量去。帮助众生，那这样呢就非常好。
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张永森医师。台湾领先国际实施口罩实名制，经过防疫及公平性，守护民众的健康。国内疫情现在趋缓了，口罩国家队将持续驻内援外，大家依旧可以透过实名制购买一片5元的台湾制口罩，14天可以购买9片哦。另外，口罩出口禁令也同步解除，可以透过携带、邮寄等方式将口罩提供给海外的亲友哦。感谢口罩国家队、国军现役及后备人员、中华邮政及协助贩售口罩人员的全力支持，也感谢员警们维护秩序，协助推动防疫工作。台湾疫情控制得以领先国际的关键之一，就是有高口罩覆盖率。请大家持续配合防疫措施，共同保护家园。在那神光之时，天空中圆满智慧尽伦所放光，消除一切众生愚昧暗，愚自在佛妙应我定力。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从现在起，直至证菩提，除宁之外，我无救护主。因业力故，无论生何难之中，救我闻殊事。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我从今世舍生离去时，一切亲人好友均别离，凶横死神手中时，拯救死亡恐怖闻殊事。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无始时来多造恶业故，在中迎接烦恼狂风惊，会被吹到凶险恶趣中，挡住烦恼风口闻殊事。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终因一世转生投胎时，愿地芭蕾修法无暇地，生为受持佛法生法状，有福中心之家闻殊事。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来世获得人天高贵相，取得庄严下满人类身，信奉持正法脉善知识，如愿火山教会闻殊事。
慈悲救我出泥文殊师嗡嘛呢叭咋那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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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步进入深深之间道一心相去解脱安乐天使心如身作羁绊斩断连世前生文殊师嗡嘛呢叭咋那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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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如己自利也合理看广大佛道前清莲只言蒙受无名黑暗障消除无名烟无闻殊师嗡嘛呢叭咋那帝嗡嘛呢叭咋那帝嗡嘛呢叭咋那帝生生于世世一直生光佛法大海洋愿为满足众生所需求如愿生成大波文殊师嗡嘛呢叭咋那帝嗡嘛呢叭咋那帝嗡嘛呢叭咋那帝送一切众生出世海如我生你如你文殊师嗡嘛呢叭咋那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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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离苦得乐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世间佛陀的独生